lunchtime 要来啦，要来前夕啊！我系蟹集薯粉羹啊，好隐藏啊！双排式过后式，诶、欸，我提防呢个蟹门仔一批啊，好隐藏啊！我厨房嚟用啊！薯粉根啊，看了漂亮啊，嗯，正，好亮哦，薯粉根，哇，好亮啊，嗯，好的，正。是。嗯，有只草根粉啊，又靓啊，看到？哇，正！有只草根粉，看到？嗯，靓。嗯，好靓。嗯，有只福建面，好靓哦，福建面，福建面，哇，好靓哦，嗯，吃不饱的，嗯，看嘛这，吃不饱的，福建面放里辣椒，来，辣椒。嗯，好吃。你说多几样呗，最后干什么？吃点开心品。啊？开心品。我包人头了。我买光蛋。不买不买不买。那啥？啊？嗯。好吃。把开心品的拿下去。出名招牌嘿，招牌炒番薯粉啊，还有只炒白果。有啲开去三色 P 零 P 三胎嘅，好啦，食饱啦，食系三色八桥，鳝鱼丝椒茅海有啲只啊，我嚟食咗平时时间内，系几钱啊？八十吉利啫，前面就叫崇文华小，睇到有啲来啊。OK， 你好，先记得 subscribe 嚟，不要 like 嚟，帮我 share 出去啊，拜拜。